你们三个一大早就玩游戏了啊？那可以。这得去医院了。啊？去大同行买了菜。我怎么都会买出来？哎，反正天天都在买买买。我有买出来三盆，买个橄榄油。因为早上叫我妈去打乒乓球嘛，然后刚好在大同行附近。胖子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早上8点都没到，就已经去医院了。哎呀，就是怕再晚一点，不行，还好我去的时候没什么人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停车的时候没什么车。长周末可能大家都去玩了，没时间生病。人家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你还去这个急诊？你今天从到医院看完出来2个小时都不到。不到。真的史无前例。你看开停了11.5元的嘛，停车没什么人。然后一进去给医生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病了。这衣服一拉开，他就说，我说是不是那个shingle，他说是。哦，医生有经验。还好我们身边有朋友就是有得过这个病，所以比较有经验。你长出来我们就发现了，就赶紧，我说要赶紧去医院了。考完试本来的下午，我就有点痒了，哎呀！最近考试压力太大了，免疫力下降，然后彭总也是这样子说，最近考试压力太大了。这个病，广东话叫做什么？三蛇。三蛇。我今朝一早打电话，唔系即系 send message 俾阿爷啊嘛，我话我细个冇出过。水痘啊 ，chicken pox 啊，我有啊，做乜咁问啊？我话我怀疑生蛇，因为出过水痘，有机会潜伏，继续潜伏，好翻都会潜伏喺，但系要到年纪大先会再出嚟就系生蛇啦。嗯。咁但系冇出过水痘都有机会噶喎。这个俗称叫做那个，这医学是叫做什么带状疱疹？带状疱疹咯。一发现呢要立马去根治，要不然就一发不可收拾，会很严重很痛。我怎么早去，为什么就是怕会痛，很痛很痛的。因为我妈前几年得过，她痛得痛不欲生，年纪大了可能扛不住。没有，就是要72小时以内嘛。但是我已经过了。那你今天开药了吗？开了，马上就去买了，那个 Costco 没开，沃尔玛没开，那就没办法了，就要去 Super Strong 啊， Super Strong 啊，配药要16块多，也得配了。然后一拿出来150多块钱，这么贵啊？这个药，哎，我说怎么贵？他说还有一种便宜一点，这是一粒是500个mg 的，要吃2克。我说吃多少都没问题，便宜都可以了。可以，然后就换药了。然后就。40多块钱就搞定了，然后1/3的价钱了。吃多久？吃1个星期。7天嘛。哦，还好发现的早，早点医治。前两天喝了当归汤。对啊，我上网看就是不能吃当归，然后吃这个鸡窝嘛。啊。走地鸡窝呢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有当归，我还喝了2碗汤。刚考完试要补一补还是太补了一补了一弄了，哇，也不知道补完就完蛋了，补完就完蛋了。回来了，来了，他打得大汗淋漓，这么拼干什么？又不是去参加比赛。打得还没过瘾，最好打2个钟头刚刚好，打了1个半钟头还没过瘾。这两个下去了，把那个 WiFi 给断了，然后没事干了嘛。休息一下。那你身上那个泡泡会不会痒的？你刚捅。切碎一点。How you'd never even cut before. 还有啊，还有香菇跟笋啊，今天做菜包吃。是娜娜最好。
包子我不太会，经常都失手，所以没把握。馅料好了，现在开始和面。跟大家说一下你要做什么。Nothing。还要搞啊？这次变色了，砂糖都变黄了。年糕哟，小心喷啊！真的会喷的到处都是啊。还要放冰水里面泡一泡。下面那个都没了，哇，都拉丝了，这么厉害啊！娜娜真的很会哦。自己还搞一些小吃，在哪里学的 ？YouTube and TikTok。看起来很不错啊。Thank you。好吃吧？嗯。见证奇迹的时候。哇！我靠！发的好大 ，OK， 开干。先给它排排气，面团偏湿，沾手。这么好吃，来。包好了。为什么我们包的这么丑啊？没纹路。不会包吗？不会包。那么手没那么巧啊。哎呀，还有剩这个馅料。好吃是没问题的。揭晓谜底的时候了，哇，好大呀！超级大菜包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下面那个太大了，这个菜包太大了。OK， 没说。很好，很成功，没有缩水吧？你看，好吧，比你做的好吧？是不是？我妈上次做肉包做了跟石头一样出来。大菜包，你看一下，不回缩，就是样子丑了一点，没有纹路。试一下吧。味道淡了一点，淡点好了。今天做了两斤面粉，多少个包？21个菜包。我这个包菜呢，用盐水腌一下，现在咬起来很爽口啊。今天下午昏睡了，如果睡了4-5个小时了吧。摸上去是痛的，有痕有痛啦，但系而家痛痛比痕多，就系咁啊，生蛇咁，佢会水泡咁样，而家系初期，跟住佢会有水，跟住会爆，哎呀，跟住爆嗰阵时咧就要小心啲啊，会传染啊，但系嗰个医院都冇叫你小心啲，我只不过睇自己睇书。